现在我们在火车站要去周边的一个小镇，然后我们因为小镇上面没有吃的，所以先来超市买点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吃，在分享昨天晚上剩的黄瓜，买了一根黄瓜。在瑞士吃饭真的太难了，这一点真的是瑞士的，就好山好水好贵，所有的餐厅都太贵了，所以只能超市解决。刚刚买的吃的，现在坐火车去小镇。可他们在吃馍吧。前的风景真的简直是 unbelievable next level， 然后太阳还出来了，太美了。而现在这个小山坡上只有我们两个人， unbelievable。 有淡季的好处，淡季的好处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便宜，但是非常便宜，而且没有人啊，不是非常便宜，就是虽然吃不起饭，但是 you know， 右边的这些都是他们种的葡萄，应该是可以用来酿葡萄酒的，因为我之前见过这种酿葡萄酒的葡萄。我一直在拍，你看那边，给你运个镜，在他那边，嗨，再运个镜。现在我们在人家的阳台上，我这怎么起个大包啊？妈哟，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咬的？他们还在用柴火。妈呀，这好好看啊！害怕，小猫，我害怕了，再见。我有点饱，就歇了。前面是我们一会儿要去坐火车的地方，火车站。
面朝着雪山和湖，感觉远方的湖上在下暴雨。水太清了。